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Taylor 的414C LTD Limited Edition 2018。那么，首先这款琴的特别之处呢，就在于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简约型的414呢，它显得更加的漂亮一些，而且它是一个 Boost 渐变的颜色。它的筒型是基于 Taylor 的 Grand Auditorium 基业筒型的小腰型，它的面板 Top 采用的是 Sitka Spruce 西迪卡的云杉单板，硬孔花环 Rosette 母贝的镶嵌，在指板上有非常漂亮的品迹母贝的镶嵌。那么它的琴头采用的是乌木的贴面，上面呢同样有一脉相承的符号的镶嵌，所以说在正面看起来，这个并不像一个普通的 414CE。它的背侧板 Back and Sides 采用的是 East India Rosewood 东印度的玫瑰木的单板，琴颈 Neck 采用的是 Mahogany 桃花心木。那么卷弦器呢，因为这只限量版的缘故，所以要采用了这个 Taylor 的金色的卷弦器。它的使用性呢，采用的是 Taylor 的 ES2 系统，一颗音量，一颗高音和一颗低音。同时它的压感装置呢，是在我们的琴码上有三颗的螺丝来调节。那么 GA 筒型云杉的面板，玫瑰木的背侧，它搭配出来应该是一种相对比较内敛的、比较有力量的声音。我们来听听 Taylor 的这一款414的限量版的声音吧。